我感觉换个老婆好一点。换不了了，做个顾吧。欢迎你回到人间。身体有点沉，伤口没有痊愈，还在流血。你是不是变成普通人了？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换个老婆好一点。换不了了，做个顾吧。这一百年，终于回来了。欢迎你回到人间。所以兜兜转转。还是得我先送你走啊。正好啊，让你说那些台词。都说过了。嗯。你不会现在就有事吧？放心，不会让你说那些台词的。等一下，联络员呢？陨石呢？怎么回事？不太对劲，先走。人还活着，就是没醒。咱们得赶紧走。不是，是什么情况啊？赵山绑架了联络员？赵山不可能绑架联络员，但咱们得先走。不行，张院长怎么办？他怎么办？警察会知道的。但咱们有点难办了，走。